五个爱心博士，第五题只有我有哦。罗俊辉，老师在叫你。小胖，你要帮我顾好哦。 知道可以把最重要的事物托付给一个人时，那种信赖是一辈子的。那这些钱你可以要帮我付好哦。一定会，能被你信赖是我们一辈子的荣耀。中国信托财富管理。